啊！哇！这个还好，这个没有很。我的头低不下来了。蓝摩尔，蓝摩尔。我的脑子有点大。先拿着吧。好，这有一说有点架不住，但是他戴上这眼镜就不太好帮公主打扮了。来吧，呼应。陪葬是粉色的眼镜。哦。行了，俩人现在都不能动。我们是有设定好的题目的，让大家看一下，你们俩可以分析。一，来，对，有这个小皇冠就够了。哎，这个还挺，这还挺搭，其实。哇，哎，只能说男女审美确实有很大的差异。张凌赫觉得，哎呀，我脑袋是不是有点大？看过过，你们俩是真的在说点什么吗？真的他在跟你说什么？可以。哎呀！暗杀我呀！